你看他这样子绕一圈十五分钟，我们走路可能要走蛮久了。待的地方好像是偏南方，纳豆现在吃了，不要逆它不开来。麦哥看我，这是我们坐的环城小巴士，倒退路的风格。多久没跑？多久没跑？我们觉得好多人跑。我们这个每趟天天至少跑一圈啊，一圈不知道多多少公里。我猜，我觉得一圈大概。不止，相信我，不止一圈，我觉得至少不止，我觉得一圈大概有四公里，没有，这是下一个，这是 JR， 哎，为什么按到这个？给乘客下来的什么 JR station？ 哦，你的哪一站下？我们绕一圈啊。直接绕回总公司。对。就我们还要走的是。附近了。OK， 麦克，我跟你换位置。你算了，不用，就是。
笑。暂停，按暂停，我这边整个影像都要出来，所以决定不按暂停。因为他应该是会绕一圈吧？对啊，因为现在才八分钟，他说绕一圈要十五分钟，所以差不多啊，一半的时间。这个我从那边走过来要差不多三十分钟。麦克，你再播一个那个他的那个感觉。可是我们刚应该，我们刚才应该就把那个草莓拿来洗一洗。对啊，那还是泡一下水好了。你那个垃圾直接丢在那个塑料袋里面。直接丢。那个这边唯一家罗森，为什么这里没有全家之类的？因为全家占领的新街桥，罗森在你的另外一块。我这边停多久？不不，我举车都还没好。他也在这边捷运站附近的地方等到人坐满才走吧。希望不要，因为现在还有两个人的位置。不忘了没？再给我200分钟。你要哪一个？随便啦。姐，大人拿走。把纳豆拿出来。吃完。结束。真的不会丢，等到人客满。有啊，一群人来了，说不定。说不定要等一下。因为这是一个交通，交通可能要收据吧，跟公司报账。等下到，我先开一个，我们一半。摄影叫纳豆，纳豆，超爱，超还好，可以接受。我是觉得越吃越好吃。我第一次吃的时候，我也是有吓到，哎呦，这是下面塞鼻。后来觉得，天哪，发现我自己喜欢塞鼻。
我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是你喜欢的，肯定不是我喜欢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喜欢的。哎，它启动了，要走了，我快抱一抱。你先吃一半，吃完一半的时候，垃圾小心会飘走。好。富国的绕一圈嘞，好快哦！富国的快，刚刚还快。富国的已经追上我们了，拜拜。好像就两台车在这边运行了。再吃多一点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再给你吃多一点。哇，天哪，我的！是不是有一家螺粉？什么？他是怎样？他从这里面，他要进去里面。哦。好，这个我可以。也许是，也许是想要追，后来没有成功的人，只是会不见得会成功，好吗？刚才没做的吗？哎，对耶。OK， 这样也没有算完整的一圈。不过。
不错不错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帮我拿。OK， 我们走去坐车吧。